山做啥？练那个大的。沙山不让他显得那么的无趣。能不能就比如说只给他们放音乐，没有说话时？这功能我可以向他们提一下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李美欣给我发微信说她要去三里屯买个东西。买啥？买啥？什么东西一定要去三里屯买？事儿比谢谢百味，我心在魔法奇遇中喂的一百个水晶。水晶花钱吗？不知道。一个球，谁是球？一个球。一个球在那儿。在等人。等李美欣去三里屯买个球。怎么这么慢？哎，你好，帮我们催一下呗，太久了。我们在吃下茶午，先吃一点，然后再去吃一顿，等会儿吃两顿饭。这就是我，就是如此的能吃，没办法，能吃是福。这信号也不太好。啦啦啦啦啦。我昨天看那个牙，航天院的价格确实是有点高，真不贵，多少钱一颗？四万四千二一颗，20颗八万四，20颗八万四。我要做点多少？我看你笑，你不要正常笑，正常笑，你少露出来几颗吗？你也做？对呀、啊，不是。多一颗，然后四千多一颗，吓我一跳！说怎么？你算的八万四二十颗，要不你给我，你帮我出钱，我给你出个大嘴巴，你要不要？太抠了，这个女人。我吃的多呀。嗯？谢谢美女老师舰长。哦，美女老师是。那天签售的那个皮皮，皮皮，皮皮人，我们俩在吃下午茶，拍合影，等会儿给我们发。他就像下午茶吗？谢谢美丽老师镇长。吃的有点多，今天不吃薯条，等会儿还要去下个地儿吃晚饭。挺足啊，这一份你知道才多少钱吗？啥价？
五元。你在做梦吗？是你做梦还是我做梦？有点硬了。嗯，我这边烤来了。有啥呢？这么难隔。真好了，真的跟金吧。完了，还行吧。表演爆头。旁边是谁？旁边不是你最爱的女人吗？酱油。他买啥？他告诉你，我他妈没手机啊！他好像有病，他好像是跟我私发的。哼，这个能不能割开？黑粉啊，大白给我发了个这个，好像很好逛的。哇，谢谢美女老师的提督。咋给我上了个提督呢？北京漂亮美眉都来这儿逛了。你现在没有什么逛。谢谢美女老师提督。美女老师就是那天咱们在广州签售的时候，旁边其中一位皮皮小哥，米西西，谁在贴秋膘呀？我只是随便吃一点。等会儿把新提督的照片发给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是谁了。谢谢白宁老师，这幸运太大了。谢谢小陈的情书，你知道是哪个吗？是比较皮的那个。都挺皮的，好像。对呀，当然是大哥。那不行，得让他们猜一下哪个是你。吃的很像卤鸭肉，吃的是小牛排。这是谁切的？哪只猪？大哥今天有空，听声音也知道是李雪薇。不想理你。你们猜一下哪个是美玲老师？有点，还是真美玲还是假美玲？谢谢七名宝宝的告白技巧。
这个问题很好。我有两个学生刘海在这儿。因为刘海在上面不好看啊，这样美吗？这样的美吗？我觉得不是很美。哇，谢谢破事金号的提督。好的好的，我准备好了就给你发哦。他这俩长得像姐妹。人家姐妹长得像，我这个很像，关键他俩不是一个年龄段，长成一模一样。这化妆这不化妆更像。谢谢金银宝宝的提督，哇哦，开心。比星星，比星星，比一颗小星星。这个新提督是这次广州去了的，我记得哎。对呀、啊，刘海高了会洒乎乎的。谢谢宝宝。珊珊，大白那天在家，我说夹脚背我就拍了，我说你这脚背有点硬啊。他们不需要脚背啊，对他们穿鞋不需要。对呀、啊，太好笑了吧。比严胜平稍微好一点，不是严胜平，比徐荣庭。你有病，说错了。是的，我看人花的头像了，谢谢大宝。现在在吃下午茶。这红鞋混的也太好了。是的，我看见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我那天看了你这个颜色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是西高地呀、啊？就是它不知道什么跟西高地混的，应该是不好说，西施伯利尔，反正人就很会长，而且还是这种黑白，咋又想要了？人家都自己买，咋能从人那手里抠出来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，有一个从小养的同学来北京，所以我们要跟他见面，晚上要跟他吃饭。现场为什么要伪装啊？你看这个提督小哥，我不一下就记住他了。主要他这头像很明显，印象在现场印象很深刻。是的，来现场就不用担心了。是的呀，冬日，你看我吃的大肉，早上下午茶。同学很
贵。这下午茶我也不是买不全肉，还有一个披萨呢，我还有一个呢，正餐正餐。他说你吃饭辛苦的，子言辛苦的。吃饭确实很辛苦，要使好大的劲。对呀、啊，没肉怎么能当下午茶呢？我还买了面包呢。怎么突然手机没有信号了？主要是我们那大学同学。对啊，旁边的大哥也好。鸡翅、牛排，等会儿竟然还有一个披萨。那我给他们打包吧，要不？打包谁吃啊？剩出来，倒是一个省钱会过日子的好。对呀、啊，随饿随吃。我今天这边超热，我俩刚才在室外快融化了。我一出去，我说怎么这么热，救命！很热，外面像蒸桑拿一样，我觉得今天得有40度。热的北京，出去一趟体重回来都减轻。今天真的是那种热，闷热，又闷又热。这怎么跟我接到的狗不是一只狗？那耳朵也太大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接到的也没这么大的。我接到已经变成这样，马上就潦草了。双马尾。这毛已经不是人家在人家这儿时候这么丝滑，现在就很快啊。因为要不来天叫白天儿，那么萌呢，小狗那么萌。狗就咋这么大？咋的？你有病啊？怎么了？隔着屏幕叫叨叨，你要有病。山川他也不知道吃啥。问他一下，豆豆，注意素质。说谁注意素质？说我吗？应该不是吧。谁被禁言了？不见大哥好多年，大猫党头顶，你认识吗？离人禁言被方冠禁言。我还没说我注意素质，我现在我没说什么话。大哥好像又瘦了。哎，有湿巾吗，宝男？没有湿巾，那边有水，有点黏着，或者拿个抹布帮我们擦。有毛巾？啊，不用，这有。湿巾，我这边放着。这也太小了。这就是明年湿巾啊！从来没见过这么小湿巾儿。这个怎么看着有蘑菇的样子？
别人告诉你了没有？你怎么不信任别人？你他妈是肉！你确定吗？有洋葱的，还有蒜，如果有蘑菇就是你的问题。我就会打你。还有涮黄瓜这样，这个也是洋葱，我把洋葱剥了掉。事儿真多。吃个饭费脑子，他嫌弃我。啊，那么大，还行吧。大哥还有囤稿没发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快催催他。主要没有人给我做后期，我实在不想看。卡菜软糯。我们刚才在等林美心，也没有地方去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，随便吃两口。这就是我的随便吃两口：牛排、鸡肉沙拉、鸡翅、披萨，这就是他的下午茶。这比你们正餐吃的都多吧？还是一个面包，还有一个大面包。先去多乐之日买了一大堆面包，然后又来点下午茶。下午茶就是我刚刚说这些。还行吗？反正我是随便不了这么多。你没吃？我他妈一会儿没有第二顿，你有吗？啊，对，我还有一顿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？什么啊？不上课？不是。大白订蛋糕，大家不知道订好不好吃，但一说按颜色选的我就怕不好吃。我觉得怎么也比去年那黑松露应该是，原来黑松露确实雷到我，蛋糕里面放香菇放蘑菇快死了。关键我也不吃黑松露啊，咱不知道怎么想。不是光这往蛋糕里面，我是真不喜欢那个蛋糕味。啊、他订的桃花，啊、长啥样？你看一下。我知道这个，但是我就不知道那个桃花好不好吃。我看他们家主推的是这个。他还在吃午饭，那他为啥不现在？咱这点儿就订错了。谁还在数吗？善川。不吃就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不吃是什么意思？你晚上不吃饭是吧？好不远。这个还行，桃花的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感觉看着没有这个好吃，不知道这个桃花的。我这人不太吃桃子，要么桃花跟它的桃子有什么关系？我然后认为桃子从桃花树上摘下来的。里面有白桃，桃花当然跟白桃有关系，桃花不行。好辣呀，这个披萨。感觉这个我都觉得辣，我吃到一个好辣的东西。我就是太冰奶糖的。那能换吗？不能换，我已经做好了。这可以放蘑菇，那我吃那么俩。又贵。好的，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。太假了。那人花钱总不能说人不是吧？对不对？好吃好吃，捧一下场。家还找我去一个活动，啥活动？当评委，我线上评委，给人打分，但就一个小时，3点到4点。我想，反正没啥事儿，他说我去接你，我说行。
线上朋友还接你，他才离我家就15分钟，而且他正好往城里走的路过我家。啊、哦，你们俩用一个电脑？不是，我们俩去现场，人家在线上，然后我们坐在底下看，挺美，我觉得还行。钱。你有病吧你？他能给你多那么多？疯了吗？不是，怎么子夏还干这件事？他说上班也会干这个。啊，海淀文化局的长。我刚吃一个东西好辣，是辣椒呗。黑松露蛋糕我真的不行，我真受不了。卤蛋今天没有过生日。我们的生日没到呢，有病吧？明天。他骂你黑粉有病吧？明天，明天。我今天过什么生日？看这嘴好红，嗯，关不掉，它就这么红，我没有假装，看到了吗？自动带这个色，你的眼也好红，嗯，它就是很偏红，它这色调。我觉得我也、吃不下什么。打包吧，剩那么多，带给胖子吃。他都那么胖了，还给他吃？那咋整？不能不给人吃饭、啊、哼。明天时间好的，你给他私信吧。这里面要是没有信号呀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你能看到吗？看啥呀？我看见了，我又不是 C 呀。这样就看不见了。信号就很差，这个手机有信号，那个联通没信号，移动有信号，联通小 lucky。 我这手机都网络错误，谁不是呢？来，直播这个是移动。接上你，他家比你家再往外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去过吗？哦，他这位置是比你还再往外一点。对，更靠近九华一点。走吧，你现在就去，改成6点。啊？哦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我现在过去的时间差不多。你不会等一下吗？因为我们也走。等一下啊，纸还有那我先关了，等会儿再播，再见。